在公车、黑公上的观众、行业剧场，就天天都足够来感受喜怒行的气氛。除了讲剧情安排爱动有力以外，背后的制作也爱动好古。从演出详细、详实的演员，其他的戏风呢，就靠真的历史背景，含着的大家角色其他的心，听听故事，设计出无穷款的反应。爱大家戏风都有一个故事。现场呢，还邀请的南投有两间工坊来参加制作。用植物、种叶，还有植树叶条、树叶呢，为带本观众更加丰富的视觉享受。昆古舞曲是讲爱了解系哪只时代，马家传说的故事，看演员的戏服就会知。服装设计详细详细，戏服的编衣台剧场设计呢，告诉陈万里，伊对做双客家西门一年呢，年上成百度好，有位灵感，就用诶贵妇茶杯调法出手来表现。像系六部阿爸婆位太金山有滚边，系手位鸡鸭内国韩国表示国名诶，苏建亚豆代表客家五丝味道全家诶付出。纹样的这设计不是传统的这种，就是花鸟啊，就是以美丽或装饰性为主，而是比较在表现角色的那一个女性的一种比较内在的一种比较底层的一种情绪的张力。这组构心情的变化，做出无穷色、无穷款的衣服。从个组构妈妈，还是西门伦家下系做黄色的衫，开始联络就问过有油桐花美裙，看起来贵本有贵有气质。外半身也一两一两按优秀的衣服前，我先酿出四身贵体配的布料。在万里同南条酿制工艺家合作，前向盐不够气温，再用七分水酿出合乎各色的色，还我用七分再印出贵体配的图。我拍图讲一般都会酿出来都会绿色，两会调色，各有两花纹哈，两有诶染染就是染染去染去抓，然后特别这样子哈，个别染线条。然后染完线条，又要加上这个叶子的踏染，就是这个工序非常满，就是很多这样一道一道做，呈现客家的文化的一个精神来做一个表现。所以我也希望融入客家的一些比较具有代表性的一些元素。所以这次我们运用了一些蓝染啦。除了刺绣、酿布，还用的其他的技术，像系中文印刷做嘅衫，系用日本油伞印染的技术，但是成贵丰富嘅花，萝卜地上富好来酿来做，像系八月的花就用的桂林板叶，最美将表现得出一按立体又将将将的效果。客家花布跟我们的一般布料结合在一起，所以全部用纯手工的方式把它绘染上去。仿真的方式把它绘染上去，其实他也失败过很多次，那就重做，嘿，所以花的时间非常长。外古道的确从好运用的表现，在外闹行外靠着无相同时代的历史发展，相识相识故事发生在民国四十到六十年当中，符合系传统同现代层叠到位二十年，从系中华人的打扮到都市风，做定派台湾时装旅游。每一种建筑、建工具，在舞台上看起来就贵气。也希望观众来感受，用客家文化做背景，看那道形同 Q， 安尼无相同风格，变来变去的韵味。客家新闻来关心陈心怡特别报道。